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害怕花卷呀？赶紧让他滚呐！老欺负你是吧？他没做嘛，你让一下。我想等一会儿给他扔出去。你想让他出去呀？对，把他走出狼家门。上条视频小美不认儿子了，有人问我他认不认闺女，那必须也不认识啊。小美现在对孩子的态度就是平时对其他猫的态度啊。我们旅居遇到其他猫咪，小美每次攻击性都蛮强的，她真的就是天生特别讨厌猫狗啊。但我是真的没想到她会不认自己的孩子呀。打完闺女可别打我啊。每次小美这样大狼都特别特别害怕。哎呦我的妈！太无奈了，真的是无语死了。小美，大狼，烧饼和你咋的？烧饼和我说想出去。小母猫叫我带他看小母。小米才多大，你就带他找小母猫啊？小母猫，小母猫，想看，那就带你俩门口转转吧。快点的，爱妃哥来了。小母猫，都去哪了呢？爱妃来过，看不着女神，我不回家。那边啥玩意儿？我的妈！快开门！这胆儿，以后别让我带你出去找啊！真爽！问你败家老五。